张协会最新举动超疯狂，联合许凯欣向偶像致敬。笔记本啊，笔记本对不对？然后他有很多的对话，把名字改成是安室，然后另外一个会改成是齐慧。这是鸡血交换日记。对，今天最疯狂的就是齐慧。小时候有人说我有点像。今天晚上10点，小金大跟班。